好，这个烧机神器呢，它是四伏的啊，所以说你们在使用的时候，它只可以就是说去，烧你们像你们这种第二端、第三端短路的时候，就可以用到这个去，给它烧出来。你像这个电那个 CPU 周边的，像这些低压还有1.8伏，就不要用这个去烧了，因为它的电压是很高的，你烧的话容易把 CPU 去烧坏。啊，它这个烧机的这个黑笔，它就是负极，你的负极的话就是接地的，然后你这个红表头就是正极，然后你的正极去触发这个第二端线路上的，你像这个，好，啊，就不要这个表就不要用反了，用反了它是没有效果的。好，谢谢。